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我们看五十的第四十波罗蜜。佛陀成道以后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史教的说法49年啊，主要分成两大块。第一个，佛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让已经善根成熟、业障已经消除的根熟菩萨赶快先走，就是譬如日出先照高山。佛陀直接讲华严经，让他们直接从初地到二地乃至到十地成就菩萨的功德，因为他们没什么障碍。他们要修什么法门，那叫得心应手。那么佛陀把这件事做完以后，就开始务实的面对我们凡夫世界了。佛陀就把他的功德报身收起来，就现出的丈六比丘像，就陪着我们成长啊。那陪着我们成长，当然佛陀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死业障，因为这个是最务实的。因为这种业障一来，你生命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你轮回不解决，那你的人生永远充满的变数。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来生要去哪里，因为你说的不算，你说的不算，我今生布施，我来生一定到天界去，未必。因为我们的业力有很多了，你今生的业力只是代表今生的，你过去还有很多业力，你不知道临命中是会碰触哪一个业力的啊。所以轮回不解决，我们的人生就非常被动了。你如果没有解决生死轮回，你的人生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就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就这句话就讲完了啊。所以这么可怕的业力，当然佛陀要先处理了，就告诉你放弃主宰，不管好坏逆来顺受，把生命放到来生去，就是放弃今生，就是活在未来，就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我今暂作娑婆诃，不久莲池会上人，我该还的还，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坦然接受，但是我呢不再有相续的动作了，就是我不再去主导他了，我放弃人生的主宰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把业全部清干净，至少会让它沉淀。因为业力，第八识的业力，它不能单独活动，它一定要跟六七识啊，要产生辗转的欣喜，叫做种子起现行。你还要现行心种，就是说你不攀缘它，业力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一个碗敲不响，你越理他，他就越当一回事。业力就是这样，你这个人执着越重，你的业就越重，就这样子啊。所以你把业看破了，他自己会沉淀，他自己就沉淀，因为你已经不能跟他产生互动了，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养分去滋润他了啊，就是断相续心，破喉合死啊。那么业力处理完以后，这问题就好很多了，就现在思想问题了，就执着问题了啊。当然作为一个阿罗汉，对我们凡夫也是了，你不是净土宗，你跟他讲成佛之道，他也听不进去了，因为他心里面只想到往生嘛。但是你就我们现在净土宗的思想跟净土跟二乘思想是一个样子的啊。李院长说，你同样的时间去念一句佛号，你也可以往生，也可以成佛，你何乐不为？他就不要。好，阿罗汉也是一样啊。佛陀说，你这个你现在大家修无我观，就是三界里面起火了，外面有那个你们最喜欢吃的那个小娃娃车，哇，大家看，哦，有娃娃车可以骑，多好啊！就赶快修四地十二因缘。到的从三界火灾逃出去，到那个草皮上休息，就跟他爸爸说：“哎，你不是说有娃娃车吗？”佛陀说：“没有娃娃车了，是我骗你的了，都是大白牛车了。”
反正你娃娃车有的功能我全部都有，我这个功能比你娃娃车还更好。那你可以说佛陀妄语嘛，当然你不能说妄语啊，先礼一勾芡再令入佛智嘛。啊，就是说佛陀先假设了一个涅槃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影即灭，的确进入涅槃是即灭的，但是这也是个假象嘛。诸位，生死是一个假象，涅槃也是一个因缘和合假象，所以苦集灭道四谛两重因果嘛。生死的假象是杂染的因缘创造出来的，涅槃的极尽假象是清净的因缘创造出来的。如果你讲般若经的时候，从一切法无生的角度来看，就广为一切法入魔眼啊。你看般若经经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也不灭，不垢也不净，不增也不减啊。是故空中无色啊，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个可以理解啊。在空性里面，凡夫的苦恼的无应身心是不存在的。无苦集灭道这件事就严重了。四圣地法门，佛陀曾几何时在阿含经说啊，什么太阳可以冷，月亮可以热，佛说四定不可令异。到了般若会上说，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阿罗汉所成就的涅槃，在般若会上说到生死涅槃等空法。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佛陀并没有辜负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会给你更好的东西嘛，你这只是一个极境，我可以给你无量的功德庄严嘛，是吧？所以在这个般若会上这个时候呢，佛陀呢消除了二乘的法执，就是说刚开始你烦恼很重，业障很深，我讲的很高深的东西你不见得会喜欢，反正你要的就是一个极境，你当初的心态只要不受生死业障干扰，你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佛陀丢了一个涅槃给你，但是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你烦恼也调伏的，生死业障也消灭了，你应该有更广大的心量来接受佛陀的功德庄严了，而不是追求涅槃极尽而已了啊！所以到般若会上的时候呢，就把阿罗汉对涅槃那个深固的执取啊，完全消灭了，把阿罗汉的心态啊，从厌恶生死心求涅槃，最后到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所，进入的带到一种无生的境界了啊！就譬如雨中啊，就是快要接近中午，还没有就八点，大概九点到十一点，快要接近中午啊。那么在般若会上呢？有两种情况，动根名共波累，立根名不共波累啊，就是如果过去根基比较钝的人，就是这种人过去生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听得比较少，他可能只听到一切法毕竟空啊。如果立根人，如果这个人曾经学过楞严法华的时候啊，到了波累会上，他能够知道不共大乘的一心三观啊，他不但是证得空性，他还能够悟到现前一念心性本质清净，本质具足，他还能够悟到不空的这种真理啊，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的真空妙有的大乘的不二法门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天台宗给他一个通教的啊，通前通后是对的啊，是通就对的啊。所以佛陀等于是三阶段的来处理众生的障碍，第一个处理生死业障，第二个佛陀用功德来引导阿罗汉，让他觉得他还有进步空间，到了般若会上彻底的讲到一切法无生啊，建立无所得的概念啊。那么讲了这么多，当然就是为法华经做布局了，因为人生不能只是消极的破除障碍，你要开显你内心的功德佛陀如果是有消除障碍，那佛陀那怎么叫做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呢啊，这不是了生死而已啊。所以我们看第五个，佛陀正式开权显示会三皈依，讲到法华史，看第五。五，法华史，
深明如来摄教之始终，具发如来本际之广远，譬如正无大地普照，曰化仪名慧见归顿，曰化法名纯圆独妙，出世本怀究竟集坛，皆得作佛。佛陀可以说是在阿含方等波罗叫做为时施权啊，应众生的需求而开出的三帖药啊，到了华严会上啊，佛陀就把他自己的功德显出来了，说诸位弟子啊，你不要以为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大阿罗汉啊，我是陪着你们成长的啊。佛陀把他内心的功德讲出来，讲了两件事：深明如来摄教之始终，即发如来本际之广远。深明如来摄教之始终呢，讲到佛陀的智慧，就是说我告诉你无常观，告诉你空观，其实我的智慧啊不止于此，因为这个空观只是破障啊，我们还有即空即假即中啊，还有即假的这个开显所谓的十法界实如是啊，开显功德啊。所以佛陀的一念心性呢，他是一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所以我们在华王会上呢，可以看到什么叫佛陀的智慧，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是佛陀的功德本机之广眼，就是说诸位弟子啊，你不要以为我就是成佛以后就这样子跟你们过一辈子，然后你入涅槃我也入涅槃，不是这样子的。佛陀的真实的功德在于法身啊，那种不生不灭永恒无尽的法身报身啊。你看到的藏六比丘像，那是佛陀示现的，佛陀不可能说是哦修了撒旦阿僧集结，经过那么长的积功累德，结果一生成佛以后，然后呢，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不可能嘛！这么广大的因地，只换来一生的成佛，不可能嘛！啊，那如果是每一个成佛只是你这是三十岁成道，然后你这是八十岁入涅槃，就四十九年，然后呢，然后没了。如果是这样就没了，那谁做大乘佛法呢？那就修小乘法就好了，大家结果都是入涅槃，当然不可能嘛，那这样就不公平了。一个人修三大阿僧集结，结果你死了以后入涅槃，一个人就花六生的时间成就偏空的涅槃，死了也入涅槃，那当然是不可能嘛。所以佛陀说啊，你们死了以后是涅槃了，我还有广大的法身报身的功德，我来自今生是示现的啊。所以佛陀开始说明他的本门，他的本地风光啊，本门就是佛陀的法报二身，机门就是佛陀这一期的啊，你看到的这八相成道啊。所以我们看从华华经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个什么是佛陀的智慧，第二个什么是佛陀的功德啊，不是藏六比丘像而已啊。那么这种功德跟智慧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地普照，他能够广泛的把前面的阿含方等波罗的法门把它对接起来，叫慧见归顿，而且他让这个功德更加圆满啊，所以他是出世本怀究竟集团，皆得作佛。第三个是最重要，皆得作佛。诸位，我们都知道成佛之道，你要成佛你一定要学两部经，你学波罗经是不会成佛的，阿含方等波罗叫做解脱了，它跟成佛还有一段距离了啊。所以成佛之道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华严，一个是法华。华严经呢，对不起，它谈的是果地的功德，所以凡夫无分，因为它不是理观而已啊，它是要把功德创造出来的。那么凡夫只能够走法华经的成佛之道，就是我呢一方面修务实的面对今生阿含方等波罗或者我们净土宗教持名啊，我想办法
在心中把佛号创造出来，想办法让我对娑婆世界的业力降到最低，就外修外顺弥陀，内观真如。所以《法华经》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我想你没有看到莲子单独存在，一定有莲花嘛。所以《法华经》这第五十啊，应该是要排在阿含方等波罗的下面，这样懂吗？它不是第五十，这个《法华经》应该排在放在这个拳法的下面。所以这个《法华经》的思想叫做常同常别。学过《法华经》的人内心的世界是一样的，就是你把莲花，你不管这个莲花是青黄赤白，是大朵小朵，你把莲花拨开来，莲子是一样，但是它的方便是不一样。啊，说哎，你喜欢拜佛啊，你多拜一点；你喜欢打坐，你就持名啊。你说我喜欢观想也可以，方便有多门，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莲花都没关系，就是你对今生的调伏，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相应的。但是你理观是一致的，叫做常同常别。所以学过《法华经》以后，我们内心世界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说《法华经》是两种修学，第一个务实的面对今生，第二个理想的规划来生，就是莲子跟莲花的相同双重运作啊。也就是说《华严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上去，但是我们的成佛之道可以酝酿成佛的功德，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去慢慢慢慢把内在的成佛功德把它给成就。而这种成佛功德叫做什么？叫做因果同时。诸位，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净土宗很强调持名啊。如果你今天只是单向的向外追求佛力的摄受，你当然你说我业障深重，弥陀万德庄严，我一心归命，通身靠倒也可以，但是你这个善根很危险，因为你叫做空花无果，你完全没有透过内，就是说你的功德完全是向外攀岩的。你只要经过轮回几世以后，你这个善根很容易破坏。对你来说，你今生的念佛，如果你往生，那当然最好。你如果没有往生，如果你没有修内观，你这个佛号带你的人生，叫做资粮力，资粮力，还没有资格叫做善根力。你现在还没有叫善根，叫资粮力，就是这个。说是我维大师说的，或月求断犹胚气，今已折化尽前功。说这个，你这个胚啊，把它做出来的，但是没有烧，所以你只要轮回警示以后啊，你今生的佛号只能够退回阿赖耶识，变成一种善种子，如此而已。你可能下次看到佛号稍微感动啊，如此一点。但如果你今天念佛，每一句佛号是通内通外啊。内观真如，外修佛号，诸位，你即便今生没有往生，你来生的善根也跟一般人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你可以把前生的善根衔接起来，因为你心中有莲子，莲子是不会破坏。我们看莲花，它这个本经三个阶段叫做为莲故花，为了莲子先有花，然后花开莲现，花打开以后莲子出现了，哦，有功德了，其实早就有了，只是你看到而已，其实莲花含苞待放的时候就有莲子了，叫做花落莲成。诸位，莲子一直存在，不管花在不在，莲子一直，也就是说你今天透过《法华经》的理观，你修什么法门，你不叫，你已经不叫做资粮力，那叫一个善根力。所以这个是成佛的捷径，就是说你不走这条路，你要心外求法，那你的人生，就很麻烦了，很麻烦了，就是你的进步也慢，
又很被动，你光是你是你，你说无我观，你能够跟心性配合，本来就没有我，什么无不无我啊！所以你今天能够把内善跟外内根跟外修合在一起啊，那是效果快啊，又坚固又不容易退转。要套一句咱们净土宗说的话，叫集中身心投大觉海。只是净土宗那个是靠佛力摄受，我们是靠自信功德力啊。所以诸位，当我们修《法华经》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两种力量加持了，外有弥陀本愿摄受，内有自信功德的加持。你是两种力量，内善根外资量啊。这就是为什么《法华经》佛陀必须要说《法华经》的，因为你单向的修学你很难成就啊。所以《法华经》就是以前面的方便门、阿含方等波罗的这种空性的破障为花，那么来形成自己内心的自信功德力为莲子，那么形成一种理观四修的内外的修学啊，就叫皆得作佛。皆得作佛就是说，它的好就好在我们做得到这件事，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创造佛的功德，但是我可以酝酿佛陀的功德，在我心中慢慢酝酿，等到莲花落了以后，我功德就出来了，好过你什么都没有，好过你空花无果啊。就是说咱们现在也上不了华严经嘛，我们先走法华经啊，先通过理观啊。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啊。凡此诸经皆是斗会他意，令他得意，不谈佛意，意去何之？当知此经微论奢教大纲，不为微细纲目，譬如算折，初夏后除，既定大树，不存斗湖，只为深论佛教，妙说圣心，尽会原因，远身本果，所以移情不移。若能精知教相，则是如来犬食而至也。好，这段是偶一大师呢讲完五十的判教以后啊，他老人家做出三段的总结。第一个，凡此诸经皆是斗会他意，令他得意。这个诸经指的是前面的四个，华严经当然是为了满足法身菩萨，阿含方等波罗为了满足业障凡夫啊，所以这个都不是佛陀出世的本怀。就是说佛陀你老人家对这个人说这样子，对那个人说这样子，那到底你老人家心底，咱们先不谈众生法界，就是你老人家到底你老人家是怎么回事，如果站在你的角度，你想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法华经忏佛本怀。以前所有的经典都不是佛陀要说的，叫做斗会他意，为了满足众生的需求，你有这个需求我就告诉你怎么样迈过这个坎啊。所以《法华经》的特点就是把佛陀的智慧、佛陀的功德、本地风光全部讲出来啊。所以当知此经呢、啊，是唯论摄教之大纲啊，就讲到佛陀的为什么刚出，为什么唯识失权，最后为什么开前显实啊，已经不再谈一些啊修行的枝末啊，怎么样破障啦、什么调伏烦恼，已经不谈这个了啊。就好像一个精算师啊，先用小小的数目慢慢加起来，等到成就一个大数以后，这个小数目就不需要了。你一开始是这五再加十再加二十，加到一万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站在大数的角度，看待大格局的角度来看成佛之道，不可能再回到你以前那种小胸量的格局了啊。所以本经呢，就是站在佛的角度来调伏烦恼，站在佛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往生啊。所以只为深论佛教，妙说圣心，尽会远因，远生本果，就是我们深入的探讨佛陀的核心思想啊。你说核心佛陀什么是？你说空性是佛陀的核心思想吗？应该不是吧。如果佛法的核心思想只有空，
你那么辛苦成就万德庄严干什么？那庙有就没有意义了。按照法华经的思想，空是方便，以无所得为方便。凡夫执着生命的现象是不对，这个我们承认，但是你完全否定生命现象也不对。如果生命的目的是把生命消失掉，那么佛陀的法身报身是干什么用的呢？生命的目的是提升，是转化，而不是把它断灭。就是说我们凡夫出了差错，要反省的是我们的执着，生命本身没有问题的。所以佛陀讲空观是不得已的，因为你这个执着太重了，佛陀先用空观让你暂时休息。真正的佛法的目的是妙有，成就万德庄严啊！所以 佛陀照到法华会上才真实讲到，就是佛陀你讲了那么多，到底是要我们怎么做，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所以使令我们敬畏掩映衍生本果。就算我们今天学了法华经，我们不能马上成佛，但诸位，我们那个善根力，我们的莲子已经成就了。所以今生成就佛种，来生，所以法华经后面会说嘛，他说你学了法华经，只要成就一念的信解，一念的信解，你未来就很容易跟佛陀相遇，你会生长在有佛的国度里。你看有些人他往生以后，他就生长在没有佛的国度啊。所以因缘都是我们创造的。你看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多好，本来是外道，一到佛陀以后，佛陀让他现证在阿罗汉国。晚年之前在讲法华经，让他们回小向大，就哪有那么好的事都让舍利弗碰到了，是吧？因为他前身跟佛陀结的缘深啊，诸位。当然跟佛陀结缘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意念他的佛号，但是这个毕竟是外缘啊。你要找到跟佛陀相同的平台，就是佛陀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人生，就是开始悟入佛的知见，那你才是真的佛子嘛。大家能够思想一致嘛，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嘛。所以你学法华经才正，就是说佛陀的功德我一点都做不到，但是我先掌握佛陀的思想，就是佛陀是怎么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跟佛陀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啊，你未来的进步，你未来生命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大白牛车的看法啊。所以以请不以，若能今之教相，则是之如来前世不至。所以佛陀在舍利弗三请以后啊，当然佛陀主要是让那些不适合听法华经的人先离开了啊，就五千比丘退席以后，佛陀说：“哎，这些人听了以后，可能不但不会赞叹，还毁谤，请他们先离开。”离开以后，佛陀说：“开始正式讲法华经啊。”那么讲完法华经以后啊，就是说，你以前该干嘛还干嘛，然后我一天念佛三千声，照样念，多一个理观的智慧，把法华经的思想放进去。你以前拜八十八佛，照样拜。把法华经的思想放进去，结果就是日节相悖。你修一天的时间，你的成长叫做一节，这个叫做法华经。就是除了你未来的法力不可思议，你多了一个四性功德力，你是两种力量的修学，多了一个理观啊，就你不是只有花，你还有莲子了。那么就是说法华经的修学，它同时有务实的面对我们的烦恼业力，也同时理想化的为未来的成佛做的一个布局。所以它有理想面啊，它有务实面，叫做全法啊，方便法门啊。那么它也有理想面，有内心的善根理啊，它是里外兼修的啊。这就是一个法华经的思想啊。那么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很多业障，很多烦恼，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提早为成佛之道布局啊，是这个概念。好，我们看下一个主题。那么说到这个五十以后啊，我们就知道佛陀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法华经》啊，就是凡夫忙于破障，但是你只要把《法华经》加上去，你就是成佛之道啊。所以他的妙法，天台宗解释有两块，我们先看第一个相对论妙啊，请合掌。一妙法相待论妙，三藏但半自生灭门，不能通满理为粗，满自是不生不灭门，能通满理故妙，方等般若待方便通满理故粗，今经直显满理故妙。那么智者大师解释妙法，它分两块，第一个什么是妙呢，就是从对比的角度啊，站在对比的角度，我们看哈，阿含经就是三藏经，就是它这个藏经跟藏传佛教不一样啊，藏传佛教是大乘法，它这个藏经就是小乘经典了，就讲到这个苦空无常的啊，它是半自法门，因为它只有破障，它只有破妄没有显真啊，所以它是讲一半。生灭门它是对立的啊，因为它是我空法有嘛啊。一个人只要有执着就对立了啊，不管我执法执，当然阿罗汉这个执着是法执了。阿罗汉啊，他那个空啊跟玻璃的空 不同在哪里啊，当然对我们凡夫也很好用啊，他带有苦地思考的空啊，他是从苦地切入的，因为他从无常去观了，无常就给我们知道这个因缘法是痛苦的，因为我们最大的诉求就是稳定。我不管人生怎么样，你说我活得很淡薄，但我习惯了也就好了。他不是，他因缘所生法，今天给你弄一下，明天给你弄一下，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就真正的痛苦。你也不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所以这样子呢，阿罗汉就对痛苦就极度的厌恶啊，让他，因为他修无常观以后啊，但这样也有后遗症的。如果你不修法华经的，那你以后怎么回入娑婆度有情呢？就是说你离开娑婆世界是用这种非常断灭的角度离开娑婆世界。所以我提醒很多净土宗的人，你怎么离开娑婆世界的很重要，你不能断了你的后路啊，因为你迟早要成佛嘛，没有一个人不成佛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啊，你一定会成佛，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现在说你不愿意，只是你现在打妄想，你以后不是这个想法的啊，就是说你迟早要成佛，你现在的过程不能为以后构成障碍。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除了能够务实的解决现在的问题，你也请你考虑你未来的理想，这两个是可以同时运作的啊。所以这个生灭门是有问题的，但这个对立的法门是有问题的，所以它呢不能通满理啊。所以从空性的角度呢，其实波雷的空性啊比阿含经的无常的空性好，因为波雷的空性它不谈无常了，他讲因缘的开合，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他说这个什么叫空呢？他说你为什么有这个儿子呢？你跟因缘借来的，所以借来的时候因缘借给你，你就有了啊。因缘你那个能量耗损完了就没了。他也没谈痛苦，也不谈快乐，就是因缘的开合，看出一切法生灭，所以一切法无自性空。所以从因缘来看看空啊，他没有个人的情感，这样比较好，就是把三界空掉啊，我没有任何意见，他只是因为他无自性，我并没有说他是痛苦，也没有说他是快乐，反正他是缘起性空。那么这样的空是比较理性的，不带有个人情感。
啊。当然阿含经的空啊，它这个无常空啊，往好处来看呢、啊，它会给你动力，因为三界很痛苦嘛，所以逼迫你必须要全部进步嘛。但是从成佛之道，这种如果你操作过当、啊、会有后遗症的 啊，所以它这个是不圆满的啊。那么满智不生灭门，能通满理是妙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从破障的角度，般若的空是比阿含的空来得高明的啊。那我们再看中道啊，方等般若待方便通满理为出，精精直显满理为妙。其实方等经也讲一些中道思想，那这中道它是从外境安立中道啊，空有的平衡。但是本经的中道是从一念心性，就是说其实你本来就是中道吧，那有什么不中道的，你那一念心本来就同时是清净，同时又具足，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只要恢复本来面目就好了。你不是说去创造一个，你不是去追求一个中道的东西，而是你的心本来就即空即假即中，是你自己把它搞坏的。它本来这个设计，你的心性本来设计就是中道的啊，所以楞严经的中道要比一般的大乘佛法的中道啊，心外求法的中道更高明啊。就是从相对的角度，当然本经的思想，智者大师讲那个妙啊，还不在相对，它的重点在下一个绝对论妙。就站在圆融的角度来谈妙啊，我们看绝代论妙，说无分别法，即边而中，无非佛法，王明清净，无复有法可相形比，代谁为粗，行谁为妙，无所可代，亦无可绝，不知何名，强言为绝妙。本经的妙啊，并不是说我比你高，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前面的，那是阿含方等般若啊。佛陀说的是无分别法，他是站在一念心性无所得的角度，就是说我人生的目的已经不再去追求什么苦集灭道了，我是开显我自信的功德，所有的修行都是借事修心啊。所以他的中道呢是即边而中，他是含摄空有两边而成就的中道。所以站在本经的修学啊，称性起修，一念信息的角度，一切法顺逆皆方便，没有什么清不清净，因为你本来就清净，你只要不要去执，就是说你只要不要多事，不要强做主宰，你本来就清净的，无复有法可行相比，所以这个法是最微妙不可思议的。 你自信的功德是最好的啊，待谁为粗，行谁为妙啊。所以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没有什么清净不清净出妙的问题啊。所以呢，但是总要给一个名词嘛，所以强言为绝妙，绝妙啊。法华经的殊胜啊，在这个智者大师、啊、绝代论妙，它有广大的包容性。所以你看这个言教，华严经也是言教吧，但是华严经它不涉受我们凡夫众生的，就是说这个法门好你上不去啊。法华经的好在于它叫一佛乘的，它叫一佛乘，它有整合的概念。什么叫整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修的法门啊，其实每一个法门都有方向性的。比如你布施，布施这个法是什么方向？它会引导你的生命呢、啊，去向富贵。你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啊，它在你的生命会产生力量。它这个布施的力量啊，的资粮啊，会引导你往富贵的方向走。有我持戒，我喜欢持戒。你看人各式各样，啊，有些人他喜欢布施，喜欢放生；有些人他什么事都不想干，他喜欢持戒也没关系。那么他不断的照做持戒啊，他这个持戒的法会引导他往尊贵生走，来生特别尊贵，受人尊重，但是不见得有福报啊。那忍辱这个法呢，会引导一个人成就庄严身。所以这个每一个法呢，它有它的方向。那如果你今天
没有修法华经呢、啊，有什么问题啊？你的人生多元化，你没办法整合它，也你的方向很多啊，没办法整合啊，你的力量就分散了，分散了，因为你生命有限嘛，你今天修布施，来生修持戒，结果你的生命当中啊，你不能把这种点点滴滴的能量把它集中在一起，达到你要的目标啊。所以一佛乘好就好在啊，他可以把这种多元化的法门加以整合，叫做法法相归心性，所有的法门都往心性走，常同常别，大家心性都在开显心性的功德，但是方便有多门。所以法华经好就在绝代入妙，它能够整合你，你修什么都没关系，你多的法华经它帮你整合。好，我们看最后的莲花。二莲花，莲花二意，一出水意，出离污泥浊水故；二开复意，以圣教言开真理故。四种莲花，一泥里莲花，欲凡夫心中妙法；二浊水莲花，欲二乘心中妙法；三清水莲花，欲菩萨心中妙法；四出水莲花，欲佛心中妙法。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心性功德的妙法们用莲花来比喻呢？因为它的特性跟莲花两种特性是相同的。第一个，出水，莲花虽然在污泥当中，它出污泥而不染，显现我们本经的四性清净性，就是一念心性即空，这一块显它的本体是清净即空啊。开复意呢，就是莲花一开以后，花开莲现，显现心性的功德，显现莲花的极假，就是本质具足。这心性有空假两观嘛，即空就是本质清净，即假就是本质具足。楞严经啊，诸位，楞严经比较偏重在显清净这一块，它是偏重在破妄。法华经其实楞严经也在观一念心性啊，它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回归到一念心性，但是楞严经所回归的偏重在自性清净心，法华经的回归啊偏重在即假，就是观十法界时如是，那我们后面会说到，偏重在回归到自性功德力。所以反正你一念心性，从破妄的角度，当你要消灭什么东西，你就告诉你何即自性本质清净，所以烦恼不可得，业力不可得，老病死不可得，就是当你想要在生命当中消灭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观它的清净，就是莲花的出水。当你要成就一种功德，你说我布施我做不到，不要这样讲，你做得到，因为你内心就具足布施的善根啊。你要跟着你的心性走啊，布施是很正常的，悭贪是不正常的，是因为轮回里面你受到很多环境错误的熏习，受到很多的不正确的思想的教育，这个都不是你本来的，你把灰尘拨开来，这个镜子就显现了啊。所以当你想成就什么功德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意念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它是这样，这两个空有的操作啊。那么这样子的莲花就有四种情况了。我们凡夫学的法华经呢叫做泥里莲花啊，我们现在还有烦恼业力，但是我们心中已经成就妙法，我们是莲花虽然很小，但是已经有莲子了啊。如果是二乘人阿罗汉学的法华经，他的莲花好一点，从污泥里面往上跑，已经离开的污泥变成浊水，碰到了浊水啊。大乘的菩萨学法华经呢，他的莲花在往上涨，已经脱离的浊水变成清水。佛陀学法华经，那是虚空的莲花，他连水都没有了，那是出水莲花，真空妙有。所以我们现在学法华经啊，叫做污泥里面的莲花。我们看这个，我们禅观与净土啊，有一个课程
叫做功德篇啊，师父还没有讲，但是我有在做一些准备啊。净土的功德篇呢、啊、有两块，一个是无量寿经的功德篇，一个是观经的功德篇啊。但这两个功德篇呢、啊，在立根的上辈中辈啊没有太大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下辈。无量寿经的下辈啊，他是修净业三福，净业三福是上中下辈都要修的，所以无量寿经只要往生，这个人一定是标准的好人啊，坏人不会往生的、啊。观经不一样啊，观经的下辈啊，他的下品啊，基本上都是造恶反复了，什么忤逆啦、十恶了，但是不能毁谤正法，因为你邪见是罪业可以带业，邪见那就不能往生了。他是不能毁谤正法，其他的忤逆十恶是可以带业往生的。有人就问智者大师了，在观经里面问到观经书说，为什么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都是善人，观经能够摄受忤逆十恶的众生呢？智者大师说，无量寿经是专修四修的，这个人他没办法内观真如、啊、所以他对烦恼业力没有抗拒力了。然而临命终的时候起烦恼，遇到那个地狱的火线前转地狱的火成真金莲花，他没那本事了，他没那本事，所以他必须要乖乖的守规矩的。因为你既然就是说你跳不过去，你那水沟你跳不过去，你就好好的绕过水沟啊。这个东西你要务实，就你是什么根基，你就要走你自己相应的路。因为无量寿经是摄受四修人，观经是强调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它是有理观的智慧，所以它造业只是一时糊涂啊。那么理观的人当然就不一样啊，他遇到烦恼罪，他只要稍微让他静下来，稍微回光返照，他能够灭业障如翻大地啊，所以他能够容受忤逆十恶的罪业，因为他理观强。有的他的本质善根是强的，他只是一时造恶的啊。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那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但是如果从你自己栽培的善根也非常公平啊，就是你学了法华经，未来你遇到恶因缘，你产生的反转力量会比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你叫做什么，你是污泥里面的莲花了，你不容易受到污泥的干扰，你的莲子的你那个功德的成长也容易相续了。诸位，如果我们今天是污泥的玫瑰花，后果怎么样？那就不太妙了，是吧？玫瑰花肯定被污泥污染，因为莲花的树叶，它的叶子是很特殊的，你这个脏东西泼上去它不会沾的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愿意静下心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把心中的莲花种下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好，你呢生生世世受益，在你的成佛之道都会因为你今生学法华经而受益。它不是今生哦，莲花会开会谢，莲子永远就在那里，叫做金刚不坏种子啊。好，我们今天先简单讲到这儿啊，讲到妙法跟莲花的关系啊。好，我们向下无常复再来日回向。